欢迎大家，大清已经晚了，穿越而来的哥哥们，要不是看你52集，我不想跟你这种黑粉对话。拉黑吧，欢迎大家。换一个女，把这个电话。燃烧。扣一，希望我妈跳舞的请扣二，这还真不是云台图图。欢迎大家。让我妈来跳一个。对，主播175，我妈1.62米，欢迎大家。18，谢谢18。欢迎大家。Don't wanna overthink.
所有新进来的哥哥们，大家可以点主播的关注，也可以在主播的榜上留下你的小足迹。无痕哥哥明天，无痕哥哥在干嘛呀？
谢谢我科奇哥的新年选灯麦说，谢谢科奇宝宝的新年选灯，谢谢科奇宝宝的新年许愿灯。我感觉科奇哥现在每天好像都四五点起来，然后你四五点起来之后还可以继续睡。清朝已经亡了，这个哥哥。欢迎你们大家，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哥哥们，欢迎终点。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呀，哥哥们？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宝宝。放这个版本，这个版本好听。欢迎兔大仙，欢迎林大仙。我果大仙掐指一算，我科技哥哥明天要回家了，是不是？谢谢我科技哥带我看福兔团圆。今天是不是新年的最后一天呀？今天周几了？今天都已经周六了，天哪！今天都已经周六了，欢迎大家。科技哥哥，我弱弱问一句话，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。有没有哥哥可以帮点亮一下礼物展馆？我就差一个了，没有的话就算了。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哥哥们。欢迎 Kimi， 欢迎好气哦，欢迎大家。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哥哥们，没有就算了，要是有的话，有没有哥哥可以做个好人帮点亮一下？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哥哥们，欢迎你们大家，大家可以点点主播的关注，也可以在主播的榜上留下你们的小足迹啊，有日榜的哥哥发大财，欢迎大家。欢迎露露，欢迎嘉乐。欢迎补录，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哥哥们，欢迎王老爷。我们放一首王心凌的歌吧。啊，什么时候我可以站起来？有是有，我觉得转给你划算一下。但是他点亮那个东西，他那个星星就会比较那个什么，就会比较那个什么，啊，就会多一点星星。因为我每次都点亮，我有时候还能点亮两三个。对，这周怎么那么惨，
我一直觉得过年是最忘我的，结果抖音给我上了一课，抖音的过年。那科技哥，你还是带我点亮吧，我觉得点亮也挺好的，就说明我还是一个很好的，然后他的星星就会点亮。刚好让我直播间的哥哥们都长长见识，让我七七呀、什么都长长见识。欢迎大家，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哥哥们，欢迎大家。科技哥怎么这么好？科技哥，我气科技哥怎么这么好？你知道吗？就是直播其实也是我的工作，你们知道吗？就直播也是我的工作，对，我也希望我的工作能越来越好，对。这个号也播了快两个月了，我的月底就要播到两个月了，感觉时间好快呀。其实我觉得很开心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我之前休息了一年吧，是什么让我们相遇？可能是因为贫穷，是因为贫穷让我们相遇。但是我觉得之前很闲嘛，然后每天的生活就很无聊，然后就是因为就很无聊，我觉得现在就特别开心，就每天很努力，我就觉得很努力，就很开心，就每天都是正能量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看我是不是有种正能量的感觉？科技哥看我，还有七七看我，有一种正能量的感觉。我特别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就是正能量的感觉，因为我去年是抑郁了，不也不是抑郁吧，就是我自己胖了，然后我自己不想工作，天天在家里不是玩手机就是吃外卖，你知道吗？那我点了，谢谢科技哥。等一下让我自己一个人看吧，不让我妈看了。我要自己读看。对，你给我带来的就是你。谢谢我科技哥哥，我科技哥怎么这么好？科技哥哥，科技哥哥，以后我要努力赚钱，我要请我科技吃哥吃好多好吃的。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哥哥们，欢迎大家。谢谢科技哥帮我点亮了我的礼物展馆，谢谢科技哥哥。因为我不是那个签了那个金牌嘛，他那个完成了任务，他还会有流量卡，对，我现在就还会有10张流量卡，然后会有更多，还有一些奖金啊什么，哎哎，他不是月底有任务嘛，所以我就觉得也挺好的。谢谢科技哥，让科技哥破费了，谢谢科技哥带我看嘉年华。科技哥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？没有，我衣服挺多的，可能你们来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件衣服，我科技哥哥好像跟我这件衣服很有缘，你知道吗？每次穿这件衣服都可以看到我科技哥哥，所以我就特别想多见见我科技哥，所以我就每天多穿这件衣服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想听我自己唱歌。好的，等我给你们放一下科技哥的歌。我有科技哥的歌，给你们听一首好听的歌，你们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给你们听一首好听的歌。诶，科技哥，我跟你，我油腔滑调，哪有啊？人家哪有油腔滑调？我又没有。科技哥，你跟我的微信里面还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还关注了你。我给你们听一下。我们俩还有共同好友吗？科技哥，可能我们俩有共同关注的主播。可能下次听科技哥现场唱会更好。欢迎你们大家，欢迎宝哥。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？这首歌我听过，忘了名字了。
辉奇哥在我直播间听到自己的歌。我妈在做饭。这首歌好熟悉啊，我就是想不起来名字。感觉科技哥比较喜欢，就是科技哥，你有一个视频拍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在直播间想的叫你富哥哥，不是暴露了你的名字吗？那好吧，那我叫你富哥哥吧，因为我微信里面都是叫你富哥的，但是我觉得在直播间叫你科技是不是？那好，那以后叫你富哥哥，好的。科技哥，我之前看你的视频特别搞笑，就是这个视频。因为我第一次的时候我还没有分清楚你长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次的时候我一直以为那个人是你，我就是一直，然后后面我才知道后面那个人是你。因为第一次的时候我有点脸盲，我以为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我以为这个人是你，就是我不是我以为另外一个人是你，你知道的啊，我当时以为另外一个人是你，但是后面熟悉了我就知道哪个是你了，我现在知道了。欢迎耐心，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哥哥们，因为你俩长得好像呀，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兄弟啊？感觉你俩长得好像呀，感觉长得好像呀。欢迎耐心，欢迎易，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哥哥们，是你亲哥哥还是？